身边有一个人就不会寂寞了。是，身边有一个人我已经就不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道怎么发生？那是我的问题。说实话，我的角色，要说好多好多好多台词，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挑战。我刚刚从国外搬到台北创业的时候，他帮我好多忙，这偏偏他妈的没办法，自私的，一走了之，没办法不顾一切拥抱我自己的幸福。我不变心。这场戏我们跟拍了是非常大的挑战，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。我已经等了好久，就是这么好的爱情故事。组长，不要听他们乱讲，说什么我在想着欺负他，你们看有图有真相，有影片。他刚如果没救我，应该会跟板直接倒地。哎，我以为是我自己重心不稳，我们才会把他倒，原来是因为我要拉你，然后我才这样。对，因为我忘记我要。那我还跟你道歉干嘛？应该是你要跟我道歉。莫名颤抖的，大家不要再犹豫。